天有哪些事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，所以今天有哪些事呢？请看小黑屋。青春修炼手册第四题他们改了，没改啊，错了一个。第六题，第七题三套，第八题乌克丽丽，第九题八米，第十题九张，第十一题十二，改两题了，改两题了。第十二题又是一次，易烊千玺带了几把扇子，你看着办吧。第十三题，粉色加黄色。第十四题，他们又错了，改了十个，三套了，四套。第十五题，记得几套？他改了几套？十四。我跟你说，这比在我们长。我跟你说，这比在我们长。我跟你说，这比在我们长。判断题，第一题，名叫酸菜鱼煎饼，酸菜煎饼鱼，错。第二题，对。对第三题，你就念对还是错？第三题，对。第四题错，第五题对，第六题错，第七题错，第八题是第一版黄色的那个老式 logo 画出来，小马哥。第九题对，第十题错，第三大题好兴奋哦，睡不着耶，我也是哦。对啊，对对对。
第二题，阿给周杰伦套餐，铁蛋、虾卷、酸梅汤、冬瓜肉饼，什么鬼啊？第三题，答上来这个全是空口。淡水是我们现在什么夜市？第三题，他们没填这道题。好，回来回来。王俊凯说：“我是最酷最帅的王俊凯。”王源说：“我是组合里最萌最阳光最可爱的王源。”易烊千玺：“我是 TFBOYS 里面年纪最小、个子最小，但是舞蹈最棒的易烊千玺。”最棒的。第四大题，《信仰之名》MV C 易烊千玺。第二题，空气动力师。第三题，49。第四题，我们明明是星期天。第五题，5:30。第六题，紫色。第四大题，填空题。以信仰为协约。以信仰为契约，任虚伪和利益重叠，这样光芒大哥，那强哥练好吧，强哥练好，这四大题给强哥来把歌词练一遍。对，那强哥来练啊，强哥你来练。强哥，这光芒为利剑，指向依稀可见的终点，以降临的明天划破无边际的黑夜，一瞬间将迷茫的时代。你写的什么鬼？蹦面，蹦面，变，就头来蹦，蹦面，蹦吗？跳，蹦。轮回下的誓言，十年间交错的视线，这羁绊的热切。融化时空法则的锁链，回忆化作勇气，颈尖在脑海中，他老了，静静在脑海中浮现，他老了，站，心中的梦总有一天让全世界听见。我怎么变这样，变得这样倔强？每一步的地方，每一站一，每一站都不会忘。舞台上远远的光落在我的肩膀。对没对啊？对对对对对。想起第一次那个模样，我怎么变这样，变得这样疯狂？用这灿烂的时光，绽放不一样的光。就算黑夜太漫长，风景全被遮挡，抬头就有一片星光。对呀、啊，我觉得这道题他是做对了的，做的是及格、啊，不能及格、啊。你这道题他错的，哇、哦，他改了好多呀、啊。很有性格，错的，错的都是你是吧？对，我觉得你的，怎么有你这个题怎么能这样改？这题怎么能这样改？是对的吗？答对了的吗？答对了。答对了。节目日期，日期，20，小呀。别浪费，别弄太多，太浪费。打你之前不给我们参加什么组啊？加什么？我们三个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说。然后给自己的组，一个一个来，他乱了，三个。等一会儿一波一波的。等一下呀，你这样，别着急好吗？我记得化妆师好像要那个发型师还在吧？剪一下那个刘海。加一下。不是这样，是加上去，就叫加上。还是得打个底。
不，我觉得我脸特哎，创造坑填平了。哎，你知道，人家那天美妆博主说，你别说美了，有人说这个马先生啊，他底子真的是烂到爆，烂到爆。我谢谢。我觉得吧，我后面小刘，我来保证。我们好说，夹子，等一下听我说，你能不能树立点高大上？等一下听我说，不能听我说呀，我有自己的想法。听你说，停，我有自己的想法，我觉得我们拍一张照用美图秀秀，然后 P 一下就可以了，好吗？一键美容可以的。我的去，他那个是灭火器吗？真妈还画遮眼呢。现在已经十二点了，别动，什么鬼？别动，好，别动，越动越丑啊！这什么颜色啊？烫到了，别动，我去，不要，人家可以前面摆个镜子吗？让我有点准备，你别动，有点准备，前面有没有镜子？你别动，你看你，张大队，下一个，还没好，还没好啊！最后，还可以进。没有镜子，没镜，我去，好好来，明天眉毛，眼线，我告诉你们，闭眼睛，就戳眼睛，不是，我告诉你们，明天我还要走机场的，好不好？我没有眼线，谁给了他一台宾利啊？错了，代表，先不给他看。我，你们这些在借位。然后是在一句话，我在这坐着，然后第二个，然后第三个，来，我们先给第二个打，我们可以先给第二个先打。你们不要怪我，到时候你们睡着了也不会这么放回来的。我这妆就不放了。眼线笔，眼线笔，看到没有？被骗了，被骗。我下一个片场是演鬼的。没动。我下一次。别动。我下一次眼镜了，待会儿。我下一场不是演鬼剧，我们别唱，别唱，我们补一下，我们补一下，不要，看起来演双簧，我感觉演圆的，哎，要是你拍一个别话剧，这是欧美的风格，好不好？别说话，那怎么长水痘了呀？是不是我？好的，秀秀，如果你能还我容颜，行，你厉害。好了，长哥，下面到这位君子给我一下，可以吗？好，没有哦。下面到这位史先生，我首先呢，你看这样多紧张，大家好，让我先说一句话好吗？君子的手，我开，这位画完了，我们看他的底子是磨砂的。是磨砂，知道吗？细砂，是磨砂的，跟普通人都不一样了。别了，擦更加多一点。好，我跟你说，我人特别的正经。就那天我跟你说，我这个妆容出去的话，我吓死个七个八个的，我的鬼才不相信。我告诉你哦，这位史先生哦，结婚都不化妆的哟。哎呀，谁这个皮肤太差了。我要先看一下。你先别先看我先。来，把手比较。就你想拿出来应该是挺好的。我也无能为力了。想想你这挺好的。不是磨砂的。你们真的是为了效果，真的不惜牺牲我们任何东西。这化妆品贵吗？我想问一下。贵的，是吗？贵。喂，哎，这要红吗？这能用吗？可以，哎，这我们要用吗？不用，不错。来了，那是我的。好，你的。谁的？你的。软贵一点，甜一点。你呀。没有，是不是有问题？没有。来，还是别发工资。我什么鬼？这那儿怎么能出口红？我想问一下。人中。谁说给我们拍一组情面？就是心里面我就是那种感觉。没嘛，我要来个美吗？不对，就加一个美。没你呢。